迎收看《大人看世》。今天是我跟北屯郭雪芙交往十年的日子，同时也是我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，所以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相识的起点云林县，来好好度过这两天一夜的行程。好，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虎尾的星巴克。我在大学的时候拍了一部虎尾星巴克的短片，然后多年过后，虎尾就真的开星巴克了。哇，很亮！好，这样子好了。我们刚才虎尾好吃的东西六间口袋名单。全部没有开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斗六夜市。哎 ，Spotlight 哎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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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380在哪里？这里。哪里？380。是这个啊？对啊。好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看电视，吃个宵夜，睡觉，明天还有整天行程，希望明天会很顺利，很开心。感谢你收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支影片，都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的频道《大人看世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价钱，我可以在市区，云林的市区住非常大，有 villa 感觉的汽车旅馆一个晚上。